Hello， 我们今天来到了 Chipmunks Playland and Cafe 的亲子餐厅。那来参加朋友小孩的 party。如果你不知道 Chipmunks 呢，其实它是在昆山做的很不错的一个室内娱乐中心。那等一下我们就带大家来看一下它里面到底有什么可以让这么多小朋友为之疯狂的一个地方。 OK， Let's go， 姐姐 Let's go， Let's go， Let's go。可以看到后面很大的一块，很多游乐场可以玩的设施，非常多，非常适合小朋友来玩。Playroom 呢，因为人太多了，它只能用一个小时。那很多小朋友来的话呢，一个小时一下就用完了，可能有一些比较晚到啊，有一些比较早到什么的，很难刚刚好安排一个小时。所以可能如果你要在这边安排，要在里面唱生日快乐歌什么的话，让大家都提早到，然后这样的话才能准时，还有在里面用餐的时间才会不会那么赶。要不然现在一个小时到了，现在里面就在把它通通都要清出来，然后我们全部都现在改到外面来做这样子。妈咪这边怎么样？对着小朋友来说非常好玩，非常好玩。对，那因为他生日 party 的话，其实他们是提前就已经付好小朋友的钱，所以好像应该就不用另外付钱，要不然正常的话是一岁到两岁是12.9元，然后两岁以上到11岁是15.9元。对，那可以玩一整天啊，其实还不错，就是你就算出去还可以再回来，如果你有飞出去。ET 然后就是给大家看说这里面就是非常适合小朋友可以来这边耗一整天，那玩的东西很多，上上下下，然后保护措施其实做得不错，但是大人可能如果你的小朋友太小的话，大人还是要随时跟着，可能因为还是有可能会有一些些刮伤啊或什么之类，或者是小朋友太多推挤什么的。那除了这些以外，其实做的都很不错，玩的设施很多，那球就玩得很开心。那我们等一下再让他玩一下，我们就差不多要走了。那
现在玩的有一点，啾啾玩的有一点累了，是不是啾啾？因为玩的开心，有没有？有没有爱你？爱你，爱你哦，有开心。上面看的 view 不错是吗？对。那我们下次再来玩好不好？好。好哦，好，那我们影片就先到这边啦。那喜欢我们影片，记得订阅、分享、按赞。那我们下个影片见，拜拜。